我想跟他说，真的谢谢，没有你就没有陈雅兰。都讲的是陈雅兰，八品歌如白王。重点是我愿意为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原生剧种全力奉献。像我的恩师杨丽花，她就是很致力于传承，就是很爱惜我们台湾的文化。那我是她的接班人，我当然也要跟随她的脚步。我想跟她说，真的谢谢，没有你就没有陈雅兰，我很感谢你教我那么多，虽然有时候真的超会念的，但是我知道你念都是为我好，我爱你，谢谢，也谢谢你为歌仔戏奉献这么多，我一定会跟随你的脚步不离不弃的，我绝对不敢再跟你说我没有办法传承了，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，我绝对不辜负你的愿望，谢谢。刚刚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是哭到欲罢不能，谢谢。现在是开心到欲罢不能。其实我原本真的担心今天这里没有人来吃，这次得奖让更多人看到歌仔戏，也看到了我，也看到了就是女性演员可以透过她的努力，然后获得这个史无前例，可以说开创历史的一个奖项。有打算用女主角的身份吗？女主角，我现在全心是投入歌仔戏的。那因为卖掉了三栋房子之后，现在有接其他的八点档，能不能入围？我觉得靠我们的努力，那也要有一点运气。有跟恩师通过电话？哎，有，他就说恭喜哦。然后我说你没有亲我一下，他就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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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着电话亲。他教导我真的很多，唯一他就说我上台领奖的那套衣服胸部太大。你们两个没有吧？隔着电话不会哭啦，回去我敬他两杯就会哭啦。其实我的重点就是希望宣传台湾，告诉大家台湾的美景，宣扬台湾的美好。现在有地方可以住吗？我还是寄居上流啊，就是住在杨阿姨家。很多粉丝的鼓励，就是说希望我用集资啊，就是他说你不要再自己一个人扛了，你已经没有房子可以卖了。唯一就是第一部电视剧的集资，也是所有集资当中第一个用信托，就是我要让支持我的人完全放心，一分一毫我不会放在我的口袋里。我希望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，土生土长的台湾文化，能够代代相传，永续的让它传给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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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代。